我给大同的结个盟吧。杀你！杀！杀！再杀！能不能让我扎一个黑焰收割啊？那行吧，俺俩不行就搁上路待着得了。哎呀！救命啊！啊！啊！上路咋没有队友？你给我抠他！我得回家了，要不然这没有虚区，虚区不够啊。干哈呢他？哎，踩得好！你可别我扎着你啊！E 咋没出来呢？穿甲的话，来个德克萨斯木印吧。派克挺骚啊，这派克看看俺们谁骚啊。
看看俺们谁骚，我跟你说，看看咱们谁骚啊！看来不行啊，还是不能说是这么跟他们玩，还得回家。干哈呢？这踩起来他！回家！你别跟他对抠了，你抠不过他，你那么近，他那么远，你咋跟他抠？我先来个德克萨斯木印。一换你可以接受，出完这木印出什么呢？出个收集者吧。皮海我觉得要不然还是攻速海吧，这攻速太慢了，滑的也慢。哎呦我一只晕俩，回来吧，出去吧，跟我烧，还跟我烧，我操，这梦魇儿，一会儿天黑一下，一会儿天黑一下，有点受不了啊！回家。这穿甲确实没以前伤害高了，好像。这是想晕死我呀！我操！哎呀，无限晕，买个钉吧。你给我吃了他！我这滑板鞋有问题呀，刚才滑不起来了。哎呀，太阳妹妹，太阳妹妹，今天我必须秀死你啊！今天我必须得秀死你，太阳妹妹！完了！哎呀！哎呀！哎！基地都爆炸了，
梦魇好像有大哈。嗯，不行啊，梦魇有大。哎呦我，谢谢你的红。哎呀，太恶心了！哎呦，这梦魇克死我呀！这梦魇儿，没法玩啊，跟这梦魇儿。我就得跟队友一块儿，你知道吗？要不然这梦魇太克我了，非我没什么办法。死了吧！不行啊，千万不能自己走，兄弟们，这个梦魇有点吓人啊，这梦魇我们必须得跟队友一块走，要不然这没法玩的，跟着梦魇没个门，无限飞。我先来一个那个夜印之风，别出门啊，别出门，千万别让他看见，别出门，最好让他先第一个看见的是卢仙。好，先杀梦魇，漂亮。快点，后排让人切了。这家伙，一起走啊！这滑板鞋出穿透的确实好像不太行。这女儿，快！嘿，漂亮，给她吃了。哇，卢仙偷家了，卢仙，可以。